名的美食卖场，今天顾客到场消费，发现里面好像长得不太一样。那么仔细看，原本的这块空地是摆放着桌椅，让顾客可以在里面内用。不过也因应武汉肺炎的影响，现在全数都撤出。带您看看现场状况。哎，没有椅子怎么都撤掉了？现在配合政府疫情，是哦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撤的？今天。店员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全台每一间的美食卖场呢都是一样的，这些桌椅都把它给撤出，为的就是不希望民众在里头用餐有群聚感染的风险。就是没有桌椅，他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一点不方便，不敢在那边吃了。非常好，很好。那么顾客说，现在到里头只能够把餐点买一买之后再外带出去。不过呢，可以看到在餐台上包括了可乐饮料区还有酱料区，这一些都还是留在现场提供给顾客使用。